下呢，早上7:30，早早就起来了，先吃个早餐，晚上呢就去参观一下，然后呢就开会，看看有什么早餐。早餐呢？嗯，这南瓜点心非常好吃。啊，就那个各位领导，参观这里，到了，要来，指导我，看完我这个天然的工作。那下面呢，就由我来介绍，简单介绍一下我们这个的中转站网点。第三个就是我们的到成都做那个芒果茶，效果非常好。还有一个另外的一大展业就是我们的圣苹果了。圣苹果，对对，一些小贩。现在在这个是圣苹果，这个是芒果，白色的芒果，这是非常有名的。这个是若干。非常漂亮的圣苹果，一定是可以。这两个是，好吃，确实很好吃。小妹姐，芒果干好吃。这儿，这两个芒果干很浓，就照那个很新鲜的那种芒果的味道。我说的我就来一块。多吃两块嘛。我们来这里呢，学习收获很大。因为我们的电商呢也是在学习阶段，我们要到下一站去继续参观。好了。是铁阳县铁阳镇的镇长黄显和，新城发掘示范基地位于我们新城村。大家随意品尝啊！看，这个番茄好漂亮啊！智勋农业农村厅市场与信息化处韦冰华处长。非常非常感谢广西农业厅各级领导的关心，还有就是我们今日头条公司给了我们这么一个非常好的学习的机会，也感谢所有的好朋友们对我们的支持。这个视频呢就到这里了，感谢大家观看，下期再见。